设地球与月球的距离为低，且地球质量为月球质量的81倍。有一艘太空船在地球与月球的连线上，太空船受到两星球的重力合力为零之处，距离地球多远？依照提议，我们可以画出右边这张图。那么太空船，它在这个地球与月球的连线上，而且在这个位置，它受到两星球的重力的合力为零。好，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假设，它到地球的距离为 R1， 到月球的距离为 R2。 好，那么地球的质量假设为大 M1， 月球的质量为大 M2， 那太空船的质量为小 m。 好，那这个时候太空船受到的地球的重力的量子是 F1， 受到月球重力量子是 F2。 好，那因为这两个力的合力是零，所以我们知道 F1 会等于 F2。好，那根据万有引力定律， F1 会等于 R1 平方分之 G 大 M1 小 m， F2 会等于 R2 平方分之 G 大 M2 小 m。 好，这个 G 跟 G 还有小 m 跟小 m 都可以约掉，再经过整理会得到 R1 平方比 R2 平方等于大 M1 比大 M2。 那题目有说这个地球质量是月球质量的81倍。好，所以大 M1 比大 M2就是81:1，然后两边再开根号，就会得到 R1 比 R2 是9:1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 R1 加 R2，R1 加 R2 呢就会等于这个 D。好，那我们再利用这 R1 比 R2 是9:1，所以 R1 就占这个 D 的10分之9倍。所以 R1 就是这个时候太空船到地球的距离等于10分之9 D， 那这就是答案。